四转向的一体式的三吨侧移三级门架，举高3.2米，车身高度一米七几，比我还矮，1.7米。这个车整车高度1.8米，不到1.9米，1.88米，1.83米。然后上面可拆掉，上面可以拆掉，拆掉这个安全的挡板，三阶门架，举高3米，3.2米，半实心轮胎。这是一个三吨的车，这个我停在电话这里打起来了。车太小了，太矮了，又矮又小。